好香读书会，聪明有书会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达叔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萱蓉姐姐，欢迎电视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好香读书会。阿达叔叔，你有没有跟你的好朋友吵过架？拌拌嘴有了，吵架我这个人不太能够跟人家吵架，因为对方大声一点我都会自动闭嘴了。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是啊，我觉得他是我见过 EQ 最高的人，脾气超好的，任何遇到他的人火气再大都会被他的温柔浇熄。真的，说来学学。就昨天呢，我们办一个同学会，刚好有一个女生她迟到就算了，你知道她一直跟我们讲说快到了快到了，结果足足让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。所谓快到了，人还在新竹。就是说嘛，你知道我整个火气都上来了，还好我那朋友一直在旁边帮我消消气，不然我早就跟那无所谓小姐吵起来了。所以说，你看你这个朋友当了你们两个之间很好的润滑剂。对耶，这就让我想到圣经的一句话。是啊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气消退。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看他的温柔其实不是那种柔弱，他的温柔其实是很坚定的，很强大的，甚至是让人很难防备的一种力量，其实可以把那种纷争就这样消弭掉。真的耶。小朋友来了，我们去开门。欢迎欢迎。欣薇带一盆这么漂亮的花来，是送我的吗？没有啊，达叔叔，这是我同学请我带回家照顾的花啦。是谁啊？自己的花不拿回家？他是我们社团一个超级温柔的男生哦。是啊，多温柔，说来听听看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生气，就算别人对他大吼大叫，或弄坏他的东西，他也不会骂人。我们班女生都超喜欢他的。哟，所以你开始学他讲话，变得好温柔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可是那他不喜欢花吗？为什么要你帮他带回家照顾啊？不是啦，这是别人送给他的花，他很喜欢，只是因为他妈妈对花过敏，所以请我帮他照顾。芙蓉姐姐，你闻闻看，这个花很香哦。真的耶。哇，欣薇，这个细心温柔又体贴的男生，我敢保证将来一定是个好老公，一定要好好把握。不过你这个同学啊，让我想到一头很特别的牛。牛？阿达叔叔，可是他的脾气一点也不牛啊。谁说牛的脾气一定要很固执很凶呢？我今天介绍你们认识一头牛，那头牛啊跟你一样很喜欢花，也很喜欢闻花香，而且非常的温柔。难怪这么特别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先去做点心。先去做点心，我们再来读那头牛的故事。走。大家一起来做点心喽！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蛋两颗，白细糖175克，低筋面粉175克，炒苏打粉1/4小匙，糖粉适量，玫瑰果酱。阿达叔叔，这是不是玫瑰果酱？对，你好厉害哦！它是天然玫瑰去做的。哇，这个非常香。这个我们今天要来做我们那个小西点的夹馅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做这个呢，我们要用蛋糕的方式来做。蛋糕的方式，对，它其实是一种蛋糕，把它做成点心。对，好来，它有一点像马卡龙，但是它比较松软。知道吗？有没有吃过？白白的，有的是香草口味，粉红色。对，粉红色，对，就是那个。我们今天要做那个，来，谁要拿大家伙来？蛋白吗？对，蛋白，要把它打到像以前那样倒扣的时候它会掉下来，对，让它蓬蓬的。蛋白要先把它打蓬了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加糖。来，奇遇倒1/3。你知道1/3是多少吗？不是一半的一半，不是一半的一半，1/3。一半的一半。这个糖要分三次倒。好，来，1/3的糖，继续搅拌。它本来那个蛋白只是很细的一些泡沫，可是你糖加进去以后，糖溶解了，它会开始有一点亮度光出来。好，倒一半进去。好，可以把剩下的全部倒进去。全部倒进去。对，好。哦，你没有看到？这个时候呢，你把它拿起来，它不会掉下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可以了以后呢，可以把蛋黄加进去。
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小苏打粉，放在面粉里面。嗯，来，铜墙铁壁，哇，好多的铜墙铁壁。OK， 好。嗯，还是我的。所以这个就一定要怎么样？紧致法吗？对，一定要紧致法。这个紧致法呢，跟我们平常那个紧致法又不一样。嗯，你要慢，你不能把里面的空气全部弄掉。小心的呵护它。对，好，来，这是什么？鸡花蛋。对，鸡花蛋，我们把它放进鸡花蛋里面，然后把它挤出来。好，停一下。拿过来。要剪一，来把它剪个洞。小小的洞。一个小小的洞，来。好，我们大概挤。你知道50元硬币的大小，但到时候烤出来会蓬起来。会，好，差不多50元硬币的大小。那超过了。这个点心其实最难的是它温度的控制，上火的温度要到220度，那下火的温度要控制在150度啊，因为它要让它造成一个膨胀，它上面温度要高一点，让它膨胀，然后它会裂开糖粉。嗯，它点忘了。好，我们就轻轻的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所以那个裂痕是因为糖粉，糖粉的关系的。好，我们把它放进烤箱，然后这边上火设定在220到230，这边是下火大概150度，这个很快就熟了。哦，所以大概烤12到15分钟就熟。那我们的故事，对，我们的故事讲快一点，不然它就会焦掉。好，走，我们去听故事吧。你在吃什么？我在吃糖粉，快走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西班牙这个国家？有啊，有啊。西班牙这个国家，第一个让你联想到什么？斗牛。斗牛。你有没有看过西班牙的斗牛？有。你看过啊？没有。跟他们描述一下。很血腥。很血腥啊！真的血腥。因为到最后那个斗是要把牛杀掉。哦。听说那个牛如果爆冲的话，会冲到那个观众。观众会。好，西班牙的斗牛那种牛是什么样的牛？那种很容易被激怒的，很容易被激怒，然后呢，很野的，然后要很壮大。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讲一个西班牙斗牛的故事。嗯，它是一只很经典的牛，这只牛叫做什么？爱花的牛。对，你知道吗？这本书已经80岁了。哦，你知道一本书可以活那么老啊，代表这本书怎么样？很经典，很有价值，很棒。好，来，从前从前，在西班牙有一只小公牛，它的名字叫费迪南。所有的小牛呢，每天都在一块儿跑跑跳跳，或者是用脚怎么样顶来顶去啊，撞来撞去。只有费迪南跟大家不一样，他喜欢坐在草堆里，静静的干嘛？闻着花，闻花香。牧场边边呢有一棵橡树，费迪南最喜欢坐在那个橡树底下乘凉。费迪南好喜欢这棵树哦，他可以在树荫下坐一整天，干嘛？闻花香。费迪南妈妈看了好担心，她想说啊，我们的费迪南都不跟别人玩，看起来好孤单哦。她就去问费迪南说，费迪南啊，你为什么不去跟其他的小公牛一块玩呢？费迪南摇摇头说，我比较喜欢坐在这里，我可以在这里静静的干嘛？闻花香。妈妈终于知道费迪南不会寂寞，她是一个了解孩子的妈妈，她让费迪南去做她想做的事情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费迪南长大了，变成一只又大又壮的牛。和费迪南在同一个牧场长大的那些牛呢，每天都在干嘛？撞来撞去，顶来顶去，斗来斗去。每一只牛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可以被选到马德里市的斗牛场，跟斗牛士一较高下。但是呢，只有费迪南跟大家不一样，他还是喜欢坐在橡树底下干嘛？闻花香。有一天，来了5个戴帽子的人。这些男人呢，他们来干嘛？选那个洞。对，挑洞。他们要选一只最凶暴的斗牛，把他带到马德里市，跟斗牛士一决高下。牧场上的那些牛呢，发现哎，有人要来挑他们喽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干嘛？顶来顶去，斗来斗去，要表现得很勇猛哦。然后他们讲说，我们要表现得最英勇，然后才可以被选择。费迪南认为呢，
应该没有人会带他吧？有没有人？你觉得有没有人会选费迪南？不会。他会不会选一只闻花香的牛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点都不在乎哦。他就决定他要走到橡树旁边，然后呢去闻一闻花香。可是，就在他准备在花丛边边坐下来要闻花香的时候，你注意看到有一只什么在这里？蜜蜂。对，有一只大黄蜂在这里。好，你想，如果你是这只大黄蜂，突然有一个大屁股坐向你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我要刺下去。我要刺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费迪南的遭遇就是这样。哇，大叫一声，你看他眼睛瞪那么大，然后呢突然惨叫一声跳了起来，哇，好痛哦。费迪南又叫又跳，就像发疯了一样，横冲直撞，一会儿仰起头，一会儿撞向地面。这个时候被选上了。你看，好，五个男人看到了费迪南这么凶猛的表现，哇，突然大叫，这里只有费迪南怎么样，最好够资格被送到斗牛场。于是五个男人就带着费迪南怎么样到马德里镇去了。好了，斗牛大会要开始了，街上插满了旗子，还有乐队演奏哦，看台上坐满了很多漂亮的女士哦，她们都戴着漂亮的帽子，帽子上都插满了什么花。你知道欧洲的那些名媛贵妇啊，头上都要插很多的花。啊，完蛋了。好了，在比赛开始之前呢，参赛的人都要绕场一周，然后呢有一些手拿扎枪的人出来了，然后他们是负责去惹牛生气的，让牛爆冲啊。接下来有一些拿长矛的人出来了，他专门是去刺牛的，然后让那个牛更生气。然后呢，最后最英勇的人是谁？斗牛士出来。他出来的时候，全场都会大欢呼哦。然后，哇，好多人都很喜欢他，所有的少年都希望他跟斗牛士一样。然后呢，他手上拿了一块红色的布，是要干嘛？斗牛的。对，他有一把刀子，那个刀是要把牛刺死。过了不久啊，他们就说，再过不久公牛就要出来了。你们知道是谁吗？费迪南，跟他躲在这边。现在要出场的是梦游费迪南。好，刚刚那些人就等着啊，等着看着这很凶猛的牛，他吓得冒冷汗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费迪南慢慢的走进来，然后大家又在等，费迪南一定会让这些斗牛士很难看。可是呢，费迪南走一走，他闻到什么？花香。于是呢，费迪南他并没有理他们。他就走到场中间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开始不管这个斗牛士怎么斗他，然后大家怎么刺他，怎么样，费尼南就是这样闻花香，完全没有用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惹毛他，让他生气。于是大家觉得这场斗牛实在太无聊了，就把费尼南怎么样送回他的老家去了。据我所知啊，到现在费迪南都还坐在他最喜欢的橡树下干嘛？闻花香。费迪南好快乐。你们觉得费迪南是一只什么样的牛？好扯，好扯的牛啊！很爱闻花香，很爱闻花香的牛。还有呢？他的梦想跟别人，梦想跟别人不一样，个性呢？也跟别人不一样，多么不一样！别的牛撞来撞去，撞来撞去，然后他呢？闻花香，他很温柔，对不对？嗯，好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是其他的牛，你们会怎么看待它？它很奇怪，它很奇怪，要不要跟它玩？不会啊，为什么？陪它去闻花香啊，不错啊。来，费迪南，一起坐下来啊，闻花香。好，我们常常会用这个表面的行为去判断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譬如说，费迪南是一只爱闻花香的牛，你就会觉得费迪南是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费迪南的妈妈好像不是这么想。对啊，费迪南的妈妈她是怎么看待费迪南的？尊重他的兴趣，尊重他的兴趣。哎，可是你们觉得费迪南妈妈会不会担心他？应该会。你觉得费迪南妈妈会希望他成为一只什么样的牛？快乐，平凡而快乐。平凡而快乐，做自己。对，做自己，快乐的做自己的一只牛。好啦，费迪南的个性怎么样？很温柔，对不对？跟那些凶猛斗来斗去的牛很不一样。好，如果费迪南坐在斗牛场上，然后呢，如果费迪南在这个时候被激怒了，你们觉得会怎么样？
就开始斗啊，开始斗，全场就热高热起来，高潮、哦、哇，大家很兴奋，对不、啊、对？好叫，最后就死。结果最后的结果呢？最后还能回老家闻花香吗？嗯，我觉得那个跟别人不一样，至少比那个一直这样跟别人不一样，至少比这样好，对不对？说得很好，这很重要。你做自己，你跟别人不一样。可是呢，你如果跟别人一样，你那个结果反而不好的话，对不对？嗯，很好。所以费迪南用他的温柔怎么样，化解了危机，化解了一个危机，化解一场斗争。好，而且保住他自己的性命，保住他自己的性命。嗯，哎，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被激怒过的状况？有啊，真的哦。你们好说说看，你们为什么被激怒？就是。之前自然课的时候，嗯，我们在做实验，然后那个男生就霸占两个组的道具，然后后来我就去跟老师讲，然后老师还大骂，然后说如果你们不把道具给另外一组的话，两个道具我都没收。这样好，如果你直接呛他回去，你直接把他呛回去，是一定会被老师骂，两个一起骂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来你们两个呢，有没有被激怒的经验？对啊，就是有一次呢。我们两码人嘛，然后我们两组、嗯、两队都有犯错，嗯，但是老师只骂其中几个人，是啊，包括我，哦是啊，然后呢？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生气，为什么那些人没有被骂？嗯，然后结果那时候下课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们理论，然后呢？然后结果我们就去追他嘛，嗯，他跌倒了，还追出去，你觉得费迪南会怎么反应？如果你是费迪南，原谅他一次。会原谅他是不是？大卫呢？被同学激怒。我们怎么怎么个激怒法？就是那个同学他就莫名其妙他都不带水回来上课。嗯。然后有一次上课之后我们去打球回来，然后呢我刚好水只剩一点点，然后呢我要先喝嘛，然后他就从我手中抢走，然后自己就喝完了。是啊。然后我就说你给我去倒水哦，然后他就还把我的水壶丢到地板上。啊天哪！好，你怎么回应？你怎么反应？那我就很生气，对你很生气，你怎么反应？我也会很生气，你怎么反应？我就推他，推他，对啊，然后之后就跑出去。然后呢？他的反应？然后他就去跟老师讲，他就跟老师，然后老师，然后老师就骂我，就骂你，对啊，然后之后我有去跟同学道歉。哦，那应该是他被骂，对啊，但是两个老师是不是两个都骂？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如果重来一次，这一次你会怎么反应？嗯，就忍住，然后捡起来再去跟老师讲，然后再去装一杯水。没错，哇，所以说温柔真的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武器耶。是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本书呢曾经被西班牙政府禁止给所有人看，还有被德国的纳粹政府禁止给所有的人看，被当作禁书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问，因为斗牛代表一种战斗，对不对？战争。而费迪南的态度是什么？他反对这件事情。他其实是被列为反战最早的一本反战的儿童的图画书，因为他们怕所有的人像费迪南那样，如果每个人面对战争说，哎呀，我要很温柔的对待别人啊，我们不能够去跟别人呛啊，去跟人家冲突啊，这样国家会战败。对，国家就会战败。可是呢，你们喜欢跟人家起争执，或者是有那种对抗的那种对打斗的那种场面，还是喜欢费迪南这样？费迪南这样，你喜欢费迪南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看费迪南用他的温柔去化解了很多的冲突，嗯，然后呢，闻花香有什么不好吗？可是也意外化解了他的危机啊，对，化解他的危机，甚至他解救了什么？自己一条命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用温柔的方式去对待别人，反而真正得到好处的人是谁？自己是自己，对，棒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充满花香的小西点，等一下我告诉你们，那个点心一咬下去绝对会满口花香。花香，对，好，走走，我们去看我们的点心。你看我们烤好的这个点心呢、啊、中间夹了什么玫瑰馅在里面。好，试试看吧，玫瑰小点心。闻
起来真的有一点淡淡的玫瑰花香哎。嗯，这点心有香香的味道哎，难道这就是费迪南维持好心情的原因吗？哎，说不定是哎。嗯，闻到香味其实会让人心情变好哎。是啊。阿德叔，我觉得费迪南其实拥有一颗温柔的心。对。你看，不管那个斗牛士怎么逗弄他，他都不为所动哎。是啊。还因此保住他的一条性命，对，让他可以回老家继续闻他的花香。对。而且我觉得啊，温柔真的很宝贵。是啊。一个温柔的人可以让自己免于祸害。对。而且不会伤害到别人。对，温柔是一股很大的力量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用温柔的态度互相对待。对，阿达叔说的真好。哎，这让我想到一首歌，歌名叫做《温柔最迷人》。一个温柔的人不骄傲，而且还会替别人着想，所以温柔最迷人了。嗯，是啊，所以好，我们就好好来听这首歌，然后好好想一下今天这个爱花斗牛的故事。那今天的烤箱读书会就到这里结束喽。现在阿德叔叔、雪蓉姐姐还是会带来好吃的点心以及好听的故事给大家，欢迎大家再来玩喽！烤箱读书会，聪明有智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Oh sweet， 温柔是我的标记，用温柔来迷死你。温柔的男孩 ，so nice， 温柔的女孩 ，oh sweet， 温柔是我的美丽，用温柔来迷死你。温柔的孩子顺服神。说主恩待。